三十二口，来三十二口。来，美女。台中跟台中美女弟弟先上上厕所，厕所在旁边，好不？到我们在这里面有一部分可以去上厕所。那老大姐姐，你看就是让他洗手间跳一跳，然后过后我先给他们上厕所，带他去吃饭。十多年前从浙江那边请过来的，是真正最正宗的黄大仙了，好不？那我们一起去拜一下，好吧？来。OK， 来，我们谈到这边大，跟我们一起从五道门。他那边没事，你参加中那边了呀？漂亮吧？来，这边洗掉。不下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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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下
下来看不见了。下来看不见了。下来看不见了。这边这边碰到了什么？往右往上看。这不好。不一样，不一样啊！他们真的都不一样，他不一定，他是随机抽呀。礼物呢？还好看很慢，怎么我不要？金波音，嗨。